这个我能拿到钱吗？这个拿不到钱吗？我操，这个我哪里人？你这个续费有钱吗？我有钱拿吗？我操，没拿，没钱拿、啊。你续费没钱拿、啊。你在我这里开有钱拿。续费真没钱拿、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没人在我这里续费过皇帝。顶级消耗可以说得上是。这波换血我赚了，小赚。上次我说内江的，我是内江的呀。哎。烧得很，兄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可惜你太弱，我的威名刀枪不入。哦，感谢老板送的金魔法杖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血雨腥风。哦，你收了多少个呀？我这个还可以吧，细节的单杀加上一个针眼，感谢雀岛送到22个金魔法杖啊，谢谢啊，这真有人气了呀，这样人气就上去了、啊、兄弟们直播间打出大哥胡的大哥牛逼，权力本身就是武器，而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的感觉。本眼做一下，还好他没被勾到呀。我的馒头好了。今早上吃花卷馒头，不太会。他都不知道往哪边走，他尴尬得很。我是刺客女王，
完了，这下路烂掉了呀。啊，中路是高手，为什么不帮我啊？中路是高手。此战过后，伊莱西亚全境都将知晓我的威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感谢菲菲送的钞票枪啊，谢谢。屈膝下跪，我是素人仙女。看我的这个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个睁眼。帮队友拿下了一个小龙，你知道不？这个脚讨眼都有多重要，很重要的，特别重要。我这小脚讨的眼，我操，你三十级了！我操，金色艾坤，纯金色。我打大蛇分段我不乱杀，我打的我很屌的，兄弟们，打这分段我很屌的。我的意志忍如金刚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女皇的撤退必然是战术性的。放个扫描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买睁眼的钱哦，买睁眼的格子，睁眼被排了。其实我们该把这个卖了，买睁眼的，一定要保持队友的视野，知道吧？但讲道理，该打野区插的。这波我们不用做下半野区的，我们做上面的就好了。如果这个球女直接从这里过去的话，我就直接要。我就不能管了，我就得直接去。真急了。一个 Q 死不了，一个 Q 死不了，他叫闪。这一刻我绝对死不了。这塔杜神我吃不了，我就吃个馒头吧，我要吃这个紫薯。觉得升级很快的，你剩一个月就差不多了，也不要一个月吧。他为什么突然跑中路来了？这下路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给把下路给了呀？莫名其妙来中路蹭一个，让别人吃了三个杜城。不是出于私人恩怨，
刀下留情。我吃这个荞麦的，得到荞麦的紫，这个紫薯的那种小馒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血雨腥风。Killing spree.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受人敬畏的女皇才能皇权永固。这小馒头肯定一口一个呀，我一口半个花卷呢，我一口半个馒头，大馒头我都是一口半个。女皇的才干与刺客的无情，加冕仪式从来不注意。快活龙，看队友挺厉害的。我真健身啊，这个馒头本来就是荞麦馒头呀。吃花卷也是啊，它是优质碳水啊，这种老面馒头也算优质碳水的。我是斯奇玛的女皇。老面馒头也算优质碳水，知道不？老面馒头这种花卷，你看这么大个花卷，有点烫，算了。纸呢？我的皇冠可以心血。最近吃的有点多，这种一口，如果还不上的话，我一口半个。忤逆女皇就该当死。切到就死，基本上打这种法师就切到就死了。我就切了两个人。我的统治坚如磐石，我的意志韧如金刚。优质碳水什么意思？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境就是畏罪杀头。这场战斗，能有更好的我再来。他们对面打被打崩了呀，现在都只能就这样补兵发育了，没有太多意思了。你们吃的薯片就是劣质碳水，如果你是煮的土豆的话也算是优质碳水，知道吧？优质碳水就是优质碳水啊，大米是快碳，麦片是慢碳。快碳就是可以快速帮你补充能量，就你感觉四肢无力的时候，饿到四肢无力的时候，你吃那个米饭，你就立马就感觉过了一会儿，你就感觉到你身上又有力量了。但是如果你吃的麦片的话，就可能会慢一点有力量。掉线就掉线了呀，我们这边四个人都三个 C 位都很肥啊，这边打不过的，他们这个阵容。打团去吧。我的声明却将源远流长。我的计划总是看到三步以后，但也仍然欢迎意料之中的惊喜。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一举皇冠还远远不够。
他们凯隐不见了，小心点吧。我把麦克呢，不能让凯隐拿到了，凯隐拿到会很肥。无论是权柄还是利刃，都在我鼓掌之间。健身饮食肯定是很有学问的，你们知道要想瘦的话是吃。八分吃，两分练。伊莱西亚全境都将知晓我的威能。其实七分吃，三分练，但我更看重饮食。屈膝下跪。他才十级啊，然后我也打不过我，我出纳什就是打不过我的。下下他，其实我什么技能都没有，我就下下他。就是你不运动，你光靠饮食你就可以瘦下来，你就正常饮食健康的那种饮食你就能瘦，但是瘦得更慢一点。如果你饮食配合健身运动的话，那就瘦得很快，你的气质你的各个方面都会提升。你比如说就是你跟有就是啊那方面也会提升，很大的提升。如果你练那一块的话，我发现你们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带线啊？我们优势被对面推塔，这他妈太离谱了呀！我以为可以把秒了，就佛爷哥好像没有伤害，想多了，我以为佛爷哥是那种伤害很高的那种。我是斯奇玛的女皇，为何要止步于此呢？他都十三级了，我们打的已经很臭了，这个。还好出了个这个，肉一点。他们是主动低头还是被人砍头都无所谓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没事，我可以给他们兜底，他们可以随便玩，我兜底就好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他们很难赢的，因为我兜底，他们就很难赢的。来，三二一，我其实我没有开脚本啊，我其实是正好运气正好撞上了，其实我不是脚本啊，我不是。这么夸张，他是叫大招啊，我以为他那个是大招呢。金克斯收割了呀，哎，哪里呢金克斯，一波了。没事，这样的 KD 低一点，这把游戏太顺了，没有意思。